林宝莲在预苦期的日子，我们都很多机会重温到耶稣三次预言他的受苦。而第一次的预言最令我震撼的是这一句，耶稣讲到他必定要受苦。听到这句说话，相信你和我都有同感，就是我们无言以对，却是满心感激。怀着这份感激，教牧同工正在筹备一个受苦节的崇拜，让我们一起来到敬拜这位同担苦难的仆人。当晚我们亦都会一起守主餐，纪念到他用身体和宝血和我们所立的约。请大家预留这个重要的日子，就是4月2号礼拜五，时间是芝加哥晚上8点。而在香港和东南亚等地呢，就是已经是4月3号礼拜六上午。算起时间，我就醒起今日啱啱教咗钟，希望一向同我哋一起嚟到参加崇拜嘅，今日一个都唔会少咗。嗱，无论你身在嘅地区系芝加哥，或者系北美，或者系东南亚，或者系澳洲音乐嘅城市，我哋都系因为耶稣基督嘅十字架上嘅爱，召聚我哋一齐噶。当然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的受苦引进的更加是荣耀的复活。所以我也都预告一声，4月4号我们是会有复活节的崇拜的。而每年复活节对成会教会是有多一层的意义的，因为也都是教会的生日。加上来今年成会社区教会已经5岁了，我们怎样庆祝呢？疫情仲未完全过去，我哋恐怕都唔会走埋一齐有啲咩筵席庆祝㗎喇。不过教牧同工呢有一个简单而有意思嘅 idea 想呼吁大家参与，因为冇咗大家嘅热诚参与呢，这个 idea 系冇意思嘅。呢个嘅 idea 呢就係、是、请大家分享一张照片同埋一句感言，每个人都咁做。请你听我解释一下哈。分享一张照片，即是可以是你在成会教会里面曾经的一个宝贵时刻，可能是受浸啦、敬拜啦、团契啦、一起煮嘢食啦，或者是帮教会布置啦，或者是各样的庆祝会都得。可以是独照，可以合照，好自由的。而分享一句感言呢，就是回忆啊、感恩啊、期盼啊、或者是祝贺啊，咁都是可以的。请你将照片和感言呢电邮或者用 social media 发送给教牧同工，即是 Mark Sir 牧师或者我。我们是会将这些照片制作成为一个短片，在堂庆那一日播出来，大家都可以看到的。用三个说话形容我们这个庆祝的 idea， 就是表达我们的真诚，发挥我们的创意，以及感谢神带我来到成会。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补充，就是我们成会网台的网友，也都即是现在在世界各地和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姊妹。从某个角度来讲，你们都是成会的一份子，虽然你未必是有在成会拍过的照片，但是我们欢迎你留言。怎样留呢？就是你可以打这个网址 urbanvoicechurch.com/Easter，你就会去到一个 Google Form 嗰度，而你点入去，你就可以留低你嘅姓名同埋一句说话，同我哋庆祝堂庆啦。而你嘅留言对我哋系极之宝贵嘅。几时开始传送啲照片或者留言呢？今日就可以开始噶啦。而截止日期咧系两个礼拜之后，即系3月28日嗰一个主日。感谢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让我们作为教会中的一份子，以爱还爱。尽管我们的爱是几咁渺小，但是只要忠诚，在神的眼中是极为宝贵的。现在就让我们以金钱来表示我们对基督忠诚的爱。你可以选择方便快捷的网上奉献方法 PayPal、Zelle、Venmo，无论你选哪一个，都是使用同一个电邮的，就是 ar@urbanvoicechurch.com。你也可以选择用支票奉献的，现在就可以在你的支票抬头上面写 Urban Voice Community Church， 之后请你将支票寄去3520 South Morgan Apartment 102 Chicago IL 60609。上个礼拜提到成会网台上面将会在4月推出一个轻松学英语，是一个专系为12到18岁年轻人而设的英语回话班，由成会的青年传道 Sammy 教导的。
以下我好想请 Sammy 亲自同大家讲几句有关呢个班嘅说话吓。Hi everyone, my name is Sammy and I am an English teacher. I've been an English teacher now for almost 7 years and I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, if you are ages 12 to 18, to come join me for English conversation class. We're going to be doing this once a week for 4 weeks and I think it'll be a really great time to practice our English conversation skills and to get to know one another a little bit. I would love for you to sign up.正如 Sammy 以上提到，他教年轻人这些英文班已经有7年的经验，而在这个网上的课程和我们其他的课程都是一样，每个礼拜一堂，为期是4个礼拜，即是4堂，是欢迎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报名参加的。日期是由4月2日开始，在北美中部，即是芝加哥的时间，就是逢礼拜五朝头早6:30至8:00，而在东南亚呢，就是礼拜五晚7:30至9:00了。又是这一句，你想知道多些详情，请你去到 urbanvoicechurch.com/class 那里。如果有兴趣就要快点报名了，因为截止很快的，3月26号就截止了。又来到报告每周教会活动的时间，中文崇拜完了之后11:20有欢乐组合，今天他们的节目是影音，欢迎成人和长者参加。主日崇拜之后即刻亦都有活泼吸引的儿童故事和儿童崇拜的时间，家长不要错过，鼓励你的子女来到荧幕前参加，让他们从小学习敬拜主和在圣经真理上面成长。11:30有英文崇拜，其中有诗歌敬拜和有 Pastor Sam Johnson 的讲道登山宝训。今天下午3:00是盛会网上健身活动周身郁，星期三8:00至9:00是盛会家的祈祷会，我们继续一起来到彼此聆听，同心呼求，这个时间是非常之宝贵的。而今个星期五晚呢，是有男子组，是7:30的。礼拜六晚9:00是年青家庭的查经。以下继续是旧约网上行上帝的足迹。现在我就将时间交给 Max Sir。